叔叔来帮你们办案，什么意思？还没开始是不是？哦，还没到。哎、欸，靠北，你们还，哎、欸，你们好森林，你们好森林，今天要来拜票，拜票，拜票，有，就，哦。OK， 其实跟各位说，这是重录第二次了，因为我刚刚觉得我第一遍念的太糊了，再来一次。Hello， 各位欢迎收看《纯纯的爸》，老板今天又是我们，欢迎说要说《纯纯的爸》，看失败，还是再录一次。好，一开始这个画面标题《名侦探柯北》，请来，一开始就要请出我们名侦探柯北。哒啦啦啦啦啦啦，来，嗯，怎么样？嗯。来，叔叔来帮你们办案，什么意思？还没开始是不是？哦，还没到。好，目标应该是，重点应该是在这个纳克，因为画面就在纳克这里。制裁嘞，下了，打到哪里去了？他是一等，他是第一阶的野道啊，也不会下到，因为一阶段野道也只能打野怪啊，啊旁边也没有人啊。如果你要打到人的话，也要回到二阶段野道，是不会有这个可能。他打下去，他制裁下了，进入冷却，制裁一等的时候1350滴。这个伤害都是他自己的普攻造成的，因为如果制裁下下去的话，他就这样咻，他会有一道咻这样子，会是1350滴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他下了，所以这里来说应该是直接扣掉1350，然后他再补一个普攻，野怪就死了，因为这是进入冷却了嘛。我们决定重启调查，有请检察官柯北来。我想一下，有几种可能？不对，刚刚讲的可能都已经讲完了。各位法官，你们怎么看？各位法官，你们怎么看？法官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不是有问题？等一下，我们最新节目《传说检察官》。等一下，这有问题吧？这有问题吧？等一下，不对吧？游戏漏洞。影响很大哎、欸，这影响很大、欸，因为他这样子，第一个刷野速度变慢，少了蓝，前面蓝 buff 赶快拿到，他刷野速度就会开始变很快，因为你可以疯狂用技能，而且他没有上到，他这样没有上到二级，他还要花时间去，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吃完了，他就上二了，然后就冷却了，再加20%冷却，这整体速度一定，而且对方是菲尼克，然后纳克又是一只很吃前面经济体的东西，他就是要刷野够快，哇，这个会拖很多时间哦。如果这一场是在那个，比如说比较难打的局，有没有？这基本上已经崩掉，基本上已经崩烂，因为对方会前面就会一直看你纳克的那个经济，他可能会觉得，哎，纳克有挂机哦。那因为我们会看那个钱跳一大颗，就是哦，自然 buff， 之类的。但是他这个钱什么都没跳，我们就会认为说，哎，他是不是挂机？过那个时间过太久，哇，你嘞，你这样有，如果是对方也要胜了一位。他有可能会直接去录野，他如果有在看的话，哇，那你这张好像爆了。各位法官怎么看？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蛮有争议的，好不好？蛮有争议的，就要看下面一位。有时候不要太冲动，确实，年轻人都是冲动的。牛 Rex 牛，周星哲是不是 ？OK， 这一定。我哎。哎、欸，看不能骂脏话，抱歉。哎，完了。哦，没有，他会换装。啊，不对，这位输。
这样，除了问题算了，他不是一闪吗？一闪大，为什么会用不到？哦，一闪没勾到，靠北。一闪没勾到，那也是没办法。对啊，这边一闪没勾。哇，是闪一，抱歉，我看错了。他是先闪，先瞬移再一哦。OK， 嗯，酷 ，OK， 酷酷酷酷酷。建议你下次可以练一个一闪，一闪中了之后直接那个大绝是必中。嗯，哇，不然被这个拉兹秀了一波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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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太激动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太激动了。哦，可能太激动，但是这一波可能会掉什么呢？我帮你们看一下哦。这波呢，输死了，一格死了，双 C 全死，基本上是攻不进去了。你们上线又差，上线是对方有拿到你们的高地塔，然后又在反向有这个凯撒，双 C 死掉都只剩前排，前排基本上就是只剩前排的菜刀哦，对方蓝图要出了，哇，那这个可能有机会掉这个，但是对方敢开吗？不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们兵线都会被回推，不管怎么样，兵线绝对会被回推出去，变成说出不了，出不去，然后输的眼睛也都会被排掉啊，所以，哎，好像不应该讲这么多啊、哦。对，这是传说的三宝，不用太认真。好，下面一位，梦梦，你是我的队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梦梦在这。乒乒乓乓熊熊的梦梦，很可爱的名字哦。哎，靠北，你会害，你会害。给那只梦梦啊。如果各位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到底发，哎呦。嗯，有看有看，哎，嗯，不错不错，有看有看，嗯哦哦，这个呢，就是梦梦自己的那个什么被动条件啊，他会就是如果有一定距离，你离主人太远，他会自己回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是皮卡丘，你知道吗？皮卡丘啊，小智小智，我来了，小智就是这样子啊，小智走太远了，那小智就会自动回去，他会用狂奔的方式，这样子，小智这样子啊，赶、哦、快冲过去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绝，然后菲尼特一技能摆在了丢他之后，你没有看到他丢在这只梦梦，然后梦梦刚好走过这个大绝，然后跌跌跌跌跌跌跌，哇，刚好跌到三层，还不是四层呢。如果跌到四层的话，这个还人还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自爆，他会在这里立刻就爆掉。可是他问题就是他跌到三层，三层他没有立刻爆，他就走啊，小智，小智，然后那个小智就说：“哎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”然后就说：“砰！”他也没有大绝可以把梦梦丢出去，嗯，那什么样子？他有没有？他有什么解？他有没有什么解法？我帮你看一下。没有，他没有大绝，他不能把梦梦丢出去，对吧？没办法、啊，没招啊啊！学班学班诺还是按二技加速死亡，因为二技梦梦会立刻回到你旁边，靠边。哇，这个不好说，这最佳第六人。梦梦的乒乒乓乓熊熊的梦梦，好不好？的梦梦最佳第六人，干得好！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菲尼克为什么会带这个？哇塞，哇塞，完 ，BB 带 OK， 太神差了，这么差。转圈圈 ，OK，Man、okay, Go， blah blah blah， 不知道怎么念。李娃奥森林，李娃奥森林，今晚来拜票，拜票，拜票，有有就就就就哦哦哦哦，你逗乐我了，什么下？而且为什么刚好是那个啊？为什么刚好上面在这只啊？为什么、啊？你们这是什么宣传车哦？靠背，不错，很好。下面一位，跑跑跑，幻影杀手 X， 哇，你有 YZ 吗？幻影杀手 X， 哎、欸，幻影杀手，哎、欸，幻影杀手，我去，哎、欸，
问家属，你穿鞋哦啊。OK， 这是还有一颗凝霜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死定了，这基本上没救。OK， 这是死亡凝霜。哎、啊！阿里库，我去偷看哦。喂，下面我也不多说，不多说，不多说，好吧？跑跑跑第二集上小，我刚刚想，怎么又是跑跑跑 ？OK， 跑跑跑第二集 ，HRC 0822，来看一下。是怎样？今天是什么包伟明特辑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严晨知道包伟明吗？完蛋，你只能用隐形。你、欸、那纳克还卡枪？对啊，都。哦，最高境界静悄悄。啊，还有。哇！你又不是他不一样，他不一样，不行，我这里只能给你一个叉，报错名了，你报错节目了，这里是传说的，哎、欸，他是有细节的，哎，虽然那个纳克在给我在那边卡墙了，嘻嘻哈哈的，他这个躲，他让自己那个什么被动隐形嘛，沿着边啊，被动隐形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跟你说，虽然输的隐形是你太，哦，但是呢，躲在草里面基本上看不到。根本看不到，基本上根本看不到，所以这纳克在找他，哎、欸，他只能用那个什么一技能的条啊，二技能灰啊之类的来去扫他，然后这里他就哎、欸，感觉要被用到了，那就赶快走掉，走进来之后呢，他的被动还没有好，他还没有隐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还没有隐形，所以他的纳克过来的一瞬间立刻瞬移，很有心机，很聪明，他没有往后走，他反而是逆向。然后逆向呢？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被动，因为他都没有攻击对方，然后所以他的被动又回来，然后走位，有没有看到？走位一下，躲掉这个帮你，然后这时候他也是隐形，就是这样子，都不普攻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走走走，然后熊猫没看到 ，OK，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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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跟刚那个跑跑跑是不一样，我必须给你一个叉，报说明的，你玩的有技巧性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，我看这个节目，我不是想看到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本期的传说有三宝，但是你玩的不错了。叔叔刚刚在开玩笑，听得出来吗？有一些网民听不太出来，叔叔什么时候在开玩笑，什么时候在认真？那也没办法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玩的不错，我来表示。